击右上角关注，你不会后悔的。据足球报透露，中超球队河南建业将有新人到队，前深圳家教练外援孟罕德州已抵达郑州。据介绍，建业有意买断恒大后卫王善源，上赛季恒大曾将王善源租借至河南建业，此番转会也证明了建业对王善源租借期间的表现比较满意。此前强力帮老将周伟随登陆已确定加盟，若在后卫线再补充王善源，建业的后防也将迎来全面补强。此外，据足球报透露，建业与恒大接触的球员不止王善源，还有后卫徐昕，若成功，建业将迎来密集官宣。图片来源网络声明，本文章仅代表本台观点，非牟利求内容准确完整，但如有出处以真实情况为准，非牟不对因使用本文章而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法律责任，文章最终解释权归本公众号和文章作者所有。